冷，不如叫翻象合算啦，系咯。好啦，咁啊呢场我哋要主持要1345啊，冇要唔要二喎吓？二嘅成绩好好噶，佢有佢嘅睇法啦。1345，345几好啊？345呢三只马都几好。睇睇下马经先啊，七场系跑1400又系草地，啲好马跑排晒外档。嗱，赢过嘅马咧就系234。同埋只十号喷火龙，2340。入过 Q 嘅就系五号叻叻精彩。入过第四名最叻第四名嘅咧就系乐天牌。其他又有五只马初跑此程嘅就系一号中城区，七号创科先锋，八号永宝区，九号月球。12号精选赤焰咁样啊，我谂投注人士嘅注意力集中咗喺2345呢度，好近啊！呢四只马好近，睇下啲数字先。嗱，以上名率最高就系2号、4号，咁24如果两只称咧，就4号嘅取胜率系高啲嘅，因为佢跑嗰四次。有一次 win， 两次第二。咁呢只二号仔嘅象合咧，就系、是、跑过八次，又系赢过一次，咁就三次第二。咁即系上名率大家都不相伯仲噶啦。胜出率就4号好过二号啊，四号好过二号。对上一仗咧就系、是、4号跑第一嘅，前次跑第7嘅，即系明显有进步啦。二号仔咧就上仗跑第二，前次跑第8，又系逐渐进步咁嘅局势。再数到落去就系3、5噶啦，三号就有跑过2次，一次赢咗，一次落地，咁就即系50% win 嘅，50% 入 Q， 50% 胜出咁啊吓。咁就上仗跑第9，前次跑第1，咁就好似又退步咗少少咁样，就三号。咁啊，主持又中意喎，主持中意三号，叫做圣灵之区，圣灵之区上将，睇先，上将系跑圣灵之区系梁家俊跑翻1400跑第9嘅，前次系跑第1嘅，又系佢骑嘅，五号仔。就是赢个 percent 上名，就未 win 过嘅。咁啊，上仗跑第5，前次跑第1。喺啲未有过呢个路程嘅记录嘅嗰啲马咧，七号同9号系啲近绩比较好啲。七号啊上仗跑第4，九号啊上仗跑第5，系咁样啊，即系要拣去取舍啊，即系视乎你中意边只嘅啫，真系2345。2345，四号就14档田泰安，如果佢醒起上嚟，乜都得嘅。二号、四号红红上将就赢咗，就加咗个6分。咁啊，象合亦都系重磅，加咗3磅。睇先，莫雷拉只12号精算。12号有啲咩有咩赛绩啊？12号上仗跑12喎，前次跑第9，即好似都略为厚咗啲。Jenny 中意4，我拣只2号啦，我拣只象合啦，睇下佢都有8倍。佢拖就拖翻只4号或者拖翻只5号，落落叻叻精彩，我真系难以想象，我真系叻叻精彩仲热过呢个象合嘅，系咪？叻叻精彩未赢过呢个路程，唔知系咪有咩计啦吓？二五或者二五，睇下点跑。我今日拣啲。
揀啲腳啊，隻隻都好表現嘅。即係話我揀只咩都市神話十幾倍又 win 咗。我認為好啲嘅咩精靈啊，個咩閃電精靈啊，咩嗰只黑色衫嗰只又跑第四喎。今日都唔跟我啲數據嘅。我睇一隻二號點跑。四號啲飛勁喎，臨尾掟開只五喎，$41啫喎。啊，先一路講賀言賀言，今日都講唔到場喎。正選嗰只都係跑第四啫喎，霹靂狂龍。冇辦法啦，我覺得形勢啊爭啲嘅，頭先個場咁快補速啊。哦，三號回到上十倍啊！今日個檔其實執翻好多啦，對比上一次。係咪馬房又靜啲咧？馬房靜咗好耐喎。原本又輸咗啱啱。其實早段肯唔肯忍多啲啊，同埋攝到二碟有遮擋啦、上次早段就為咗克服外檔，點都要執幾步上去壓下位，壓個好位嘅。但係佢頭半程都望空三碟噶，直接轉彎嗰度先開始埋到嚟嘅啫。好，紅燈亮起啦，馬匹入閘咯喎嚇。咁啊，睇下呢場咧賽果係熱門啦，定係啲嘢半冷門又抬頭啦。咁啊，見到行埋閘口咧就14號啊，呢只冷門啊，100倍啊，上出嘅燈膽油交俾閘前。是燈膽油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七場賽事4班1400，大熱是4。忘記舉起。好，一起步燈膽油慢閘啊，叻叻精彩尾二啊，尾三咧就係黃衫一隻創科先鋒啊，前面快嘅嘛內蘭月球啦，中間咧仲有呢只幸運拼圖啊，外邊中城區走咗上去啊，第四位咧內蘭位置噴火龍啦，紫色衫嘅，喺佢外邊仲有聖靈之區啊，再下一層啊嘛，內蘭創科先鋒中間擁寶區啊，外邊位置紫色衫咧就紅紅嚟噶，後啲嘅嘛先有樂天派啦，精算赤焰啦，上方寶區啦，尾三叻叻精彩啊，尾二位置淺藍衫係象俠啊，咁啊暫時殿後出閘慢咗一隻。是燈膽油嚟嘅，轉呢個香港太遠灣啊，月球就順放啦，中城區咧一路跟得都好順啊，幸運拼圖響第三喎，第四位嘅嘛，外邊啊有呢只聖靈之區啦，咁啊內欄紫色衫第五位啊，仲有噴火龍啊，響呢出邊位置咧就紅紅啦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六嘅向外邊紫色衫噶，好多層啊嘛，有永寶區啦，入邊啊創科先鋒啦，攞出去嘅嘛，分別有上方寶區同埋呢只象俠啊，再後啲先有叻叻精彩嗰啲嘛，兜到嚟之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嘛仲係月球啊，中城區就三幾個箭步拍上嚟㗎啦，中間仲有聖靈之區追緊啦，外邊位置紅紅啦，再下一層仲有上方寶區，入邊啊幸運拼圖馬林，中間噴火龍啊，最後100米到紅紅仲係透出，埋邊啊中城區，後邊嘅馬仲有聖靈之區噴火龍，外邊上緊嚟有隻燈膽油，燈膽油大外檔，中間仲有象俠接近終點，紅紅都好有機會，但係外邊燈膽油好大隻，有機會贏埋添啊，燈膽油外邊過上嚟咧就冚曬添喎。呢只二號仔又係要影相啊，同人鬥。唉，又系要同只瘦仔影相，二号仔好似赢咗呢个十号仔有个位置。佢今日嘅策略咧，真系跑处理外档嘛，我以后都对住呢、這个田泰安咧，都系要谂下佢嘅谂法啊，佢个头脑系有啲。唔夠呢個莫雷拉啊，啲嗰啲咁精靈啊！一間你睇下，佢一出閘嘅時候拉到只14號，咪拉到只14檔咧，係直頭惡咗個頭喺度嘅。一間你睇下，啲 B 步馬收埋做嘢好勁啊！平靚正啊嘛！呢只平靚正啦，不得了啊！第四名要影相啊！第一名6號，第二名4號，第三名2號。嚟翻賽事重播啊！忘記舉起。你睇下嗱，嗱一滴頭啦，扯到佢個頭惡，即係佢又刻意喂唔好去啦嚇。其實1400米有一段直路噶嘛。你跟前一群馬已經好啊，如果佢係再學落咗去尾二位，尾二位，咁啊睇下。前面啲馬喺度搶啦，而家只田泰安就喺尾二嗰度就開始加速少少啦，喺上山嘅位置，只月球幾多倍啊？只月球12倍帶頭，啲聖靈之區啊都喺3、4位。
咁啊，只浅蓝色衫嘅田泰安呢只象侠啊，系好有机会嘅。本来一只马排过外档，咁佢都系要始终要喺外档上嚟斗啦，系咪啊？咁佢而家喺外边数埋佢第二只，呢只田泰安啦，即系望空晒啦。咁睇前面先。只四号仔以为同二号仔有机会啦吓，咁点不知只灯胆喺外边冲上嚟赢晒呢个四号同二号，只灯胆系四十倍嘅薛恩，四十倍开跑嘅，咁呢条 Q 又犀利啦，又系。但系二号、四号系当然嘅脚嚟嘅，如果你买任何一只马，你都要考虑二号、四号嘅，佢哋嘅战绩系最好嘅。咁啊，独赢四百几蚊 win， 二号、四号，六胎二四，最派2179蚊，单天二号、四号、六号派1808蚊，位置 Q 四搭六派七百几蚊 Q， 今日早几场有一场百几万嘅四重彩啊，今日都爆冷啦。一场热一场冷咁样啊，真系好多人输钱啊今日。